看一下您的右手边，看一下您的右手边。好的，是不是我们的媒体朋友？好，这个画面的捕捉都很 OK。OK 哈，好，再一次的谢谢，谢谢我们的长官，对面我们的业者以及我们的表演。今天在这个记者会哈，跟所有的市民朋友跟观光客哈，做一个公开报告。我们从这个礼拜五开始哈，一直到3月22号哈，每个礼拜五六日晚上的7点到8点半，大概有90分钟的时间，在这个金钻夜市跟彩泉夜市我们这边哈，会做这样的高雄夜未满的一个夜间观光活动的一个展出。那我们希望说，透过这个方式呢，能够怎么炒热哈这两个夜市这样一个人气哈。尤其大家知道哈，去年高雄这个区块哈发生了系统石化气爆，那受到这个国企哈很多商家生意都受到影响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这气爆的三条街已经都完全恢复运程哈，那周边的一些这个景观规划也建立起来。中雀吧！哇，大家非常的开心。同时呢，还有我们金华大饭店的住宿券也有机会啊，让大家可以得到都是非常好的这个礼物。继续呢，同时会有海宁根提供的精美礼物来跟大家呢一起感受到 CRT 来当陪中平台机的热情哦。同时呢，还有这个一卡通的票证也有机会呢来跟大家共同分享。所以呢，欢迎大家在我们的活动当中热情的踊跃来参加我们。